现在回四川了，看会儿明天好久弄得到。现在有没有11点钟？11点多了，差不多10点半了都。哦，应该还没吃夜饭，都是想把夜饭吃了，都还是肚子就饿了。不加油就得行。刚刚把饭吃了。服务区，然后就是停下来和大家聊一下，然后就是莫名其妙的就吃饭了。然后可能是要么就是因为是两个手机接驳了一下，然后完了，开了一晚上，人家还在广西。吃的妈妈吃东西吃的。妈妈。你们不饿了？你不吃啊？我不吃，你吃吧。妈妈。我不想吃，你吃吗？你吃嘛，你吃嘛。快都睡够了。我到服务区了，准备吃饭。现在已经中午，差不多12点了。爷们，你看他这个壶怎么不掉下来啊？你看这个天壶，它怎么不掉下来啊？这壶它怎么不掉下来啊？这么厉害，先吃饭了，现在当贵族了。今天这个精神状态不好，哎呀！有月饼了，我们都可以买一点几块钱。是几个？我要吃，你们再打吧。我先看一下有什么东西。腊肉。腊肉。你要哪个？鸡腿，先来一个鸡腿。可以两个鸡腿吗？可以啊。嗯，那两个鸡腿。一个人吃五个菜。那妈妈给你拿了一个鸡腿的。啊，那你没整鸡腿呀、啊？我不吃鸡腿。要不然我分一个给你上。不，不要，我不吃。明明都不做了自己吃。我也有鸡腿。喝汤，要不要喝汤？不要喝汤。嗯，怎么了？知道吗？嗯，可以可以，谢谢啊。我的鱼不在这里。鸡腿好吃吧，姐夫？啊，这里还有，你要不要加个鸡腿啊？可以加的。嗯，我不吃，我已经吃饱了，你慢吃。晚饭还早哦，没有吃饱哦。我撑得很。你看，就把这边也吃完去吧。那你还可以送你一根老冰棒。嗯，请自己可以自己拿。吃饭还送冰棒。嗯，你看我老公吃的多少个碗叠在一起，我们吃不完的都先包了。嗯，要不然还可以赠送冰棒你吃吗？嗯，